副队长王仁甫。经历主持部分，于1999年主持华人音乐台点播心情，并担任音乐娱乐新闻主播。团体部分，1999年加入偶像团体 Postman。专辑部分，1999年发行 Postman 同名专辑。2000年一月光荣入伍，随即获邀加入陆光义工队。2002年一月正式自陆光义工队退伍。在 Postman 时代即被各大制作人认定为非常具有潜力的歌手。过一天拥有你，就像亚当拥有了世界，你就是我的一切，有你我什么都不缺。5566小刀彭康玉。经历广告部分，2000年拍摄妮可酷唇膏绿油精给了直喷机，2001年拍摄远传电信全家便利商店东森宽带。电影部分，2000年拍摄侯孝贤执导的想死趁现在，2001年乘胜追击演出千禧慢播。戏剧部分，2001年演出公式金钟剧活得像个人样，2002年演出台式三立偶像大戏薰衣草，并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5566许梦哲。经历广告部分，2001年拍摄 7-Eleven 找茬大镖客广告，同年5月入选为5566团体，目前为5566当中最年轻的团员，同时也是最具可塑性、最被看好的艺坛新秀。5566 Sam 王少伟。经历广告部分，1999年代表作品有 Toyota 汽车、白兰氏基金、秘密沐浴乳。2001年代表作品有澳门航空、行政院新闻局形象广告。5年间拍摄近100部知名广告，同时为广告界公认的首席模特儿。平面部分拍摄过各大平面杂志内页及封面，真是足凡不及备载。主持部分，2002年将主持《8000里路云和月》制作人詹德茂于三立都会台制作之超强新节目《在中国的故事》。5566队长孙协志。经历1995年获得三立新人歌唱排行榜校园组冠军。唱片部分，1995年发行首张台语专辑《心事》，因颇受好评，媒体赠予台语小天王之封号。1996年发行第二张专辑《钢管勾搭》，1997年发行入伍纪念专辑《雄心勃威》，而专辑平均销售量均突破20万张。代言部分，2000年代言董事基金会一世代抗忧郁大使，2001年受邀加入明星足球队，并积极参与台北市政府反毒活动。戏剧部分，2001年拍摄荧幕处女作三立台湾台《隔壁亲家》。主持部分，2000年与胡瓜搭档主持华视群星会铁人，三立都会台主持娱乐 PS 及完全娱乐。2001年接手三立台湾台在台湾的故事，创下有线电视2.22之高收视率。跨台主持卫视中文台校园秘密档案，同时加入台视少年兵团旗开得胜及周日大型综艺节目综艺铁金刚。2002年将主持未来综合台全民快打及三立都会台中国那么大。
班底为什么要这样讲，真的是很辛苦，因为你看像协职他要这个上通告主持节目，那我之前在当兵，对，然后呢再还有像之前这个我们其他小师弟 啊几位都还在读书的，考试的考试啦，上课的上课啦，拍广告的拍广告，拍戏的拍戏啦、哦、所以呢我们之所以啊会叫五五六六是有一个原因的，为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每一次排练啊一定都要到凌晨五点或是凌晨六点才会结束，就这样，所以我们团名叫五五六六，好累，不过你开玩笑了。我现在呢，哦，看好了，这里有七把大刀，有没有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还有我手上呢，现在拿了一根小黄瓜，这根小黄瓜是要干什么用的嘞？来看一下，这根小黄瓜是要来跳火圈的。不是这样好不好？哦，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哦，那这个重来。哦，对，不好意思，突然间加了这个东西。好、哦，这个小黄瓜是要干什么用的？这小黄瓜，非常的利啊，它可以把刀切断。刀可以断吗？是，刀可以把小黄瓜切断啊！哎呦，而且呢，这小黄瓜切完还可以吃。现在小黄瓜剩下一斤哦，同学，回来。不管。所以呢，证明这个刀子啊是真的刀子，而且你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哦哟，这个是铁做的，是亚克力哦。Chinese Pizza Show， 哎，甩披萨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刚刚呢，他又用了这个流星锤，表现得非常好。我们再给他一次掌声鼓励，谢谢他，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我们感谢他要为我们再带来另外一个精彩的节目。喂，别闹，我表演完了，你是干嘛？没有，来，我告诉你，五六六要表演就要跟别人不一样。相信呢，这两个东西呢，女性朋友对他们都非常了解。对，这是最新研发的真空吸引器。是的，使用了之后可以让你集中脱高，不再一元垂垂，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喂，一套只要不好意思，别闹了。One, two, three, go.只能选择离开，无邪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你害怕结局，所以拼命伤害，说是我挡住你的美好未来，你坚决不希望我等待，我便默默地让你
起你受了伤回来，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碎，忍住悲哀。我以为是成全，你却说你更不愉快。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情旋律，忘记我们真心相爱，也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那一年默默无言，只能选择离开，不屑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你害怕结局，所以拼命伤害，说是我挡住你的美好未来。你坚决不希望我等待，我便默默地让你走开。如今你受了伤回来，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碎，忍住悲哀。我以为是成全，你却说你更不愉快。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情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也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碎，忍住悲哀。我以为是成全，你却说你更不愉快。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情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也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碎，忍住悲哀。我以为是成全，你却说你更不愉快。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 Love, love, baby, love's danger, love's anger. Don't go away, run, run away. I can come to myself. Love, love.Myself. 命运像个暴风圈，人心又带点烟，爱了又危险 ，Run run away， 戏你太会演，戏和你的越演越烈，我竟然不自觉往你心。咖啡让自己清醒点，否则分不清东南西北。戏你扮钟馗，我是猪胆小鬼，对我胡作非为。Run, run, run.外定分析这爱情的勇士们，请你要振作点，前方有危险，别run away。靠你的智慧，勇敢的冲向前，胜利的号角响，万万岁。
专辑到这里的预购是第一名。之前他们拍摄的那个 MVP 情人啊，在我们店里面已经销售状况一直不错，那目前是蝉联数周进排行榜。我相信他们这张专辑发行之后一定会大卖。耶、yeah, ！看完了五五六的成军历程呢，我想大家对五五六都有很兴奋哦。大家对五五六有更深刻的了解。其实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五五六六的过程啊，其实大家都觉得一般的偶像团体啊，一般的偶像团体怎么表演？除了一般大家听到的都是唱团体大合唱，对不对？其实你们看到了五五六六他们这一次啊，他们其实创造了很多的第一。有哪些第一呢？第一，他们是第一个用双声道 R&B 唱法，有谁主唱？孙协志还有谁啊？对，然后再加上其他三位完美的和声，这是他们的第一。第二呢，他们成功的从他们土生土长的台湾，他们从来不觉得他们是土生土长台湾是不好的哦，所以咯，他们的努力，他们是有集体群策努力，在各个方面的领域他们都很努力很努力，所以大家都看到他们今天会有这样的成绩，其实不是徒劳，而且不是突然得来的，他们是经过很努力很努力才得来的，所以也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所以呢，今天我讲了这么多，其实我没有办法完整的应该说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出来五五六六到底有多好。那所以呢，今天一连串的五五六六的表演，也要让大家看看五五六六他们一起努力的成果，要在今天的发片记者会上展现给所有的媒体大哥大姐，还有支持他们的观众朋友们看。那讲了这么多呢，五五六六到底在哪里呢？有没有人知道五五六六到底在哪里？在里面会吗？其实五五六六他们隐藏在这个地方的不晓得哪个角落，不如我们一起来高喊五五六六，好不好？啊，感觉很小声呢，你们是不是都还没有吃饭呢？对啊，好，没有关系，但是看到五五六六应该就饱了嘛，对不对？对啊，好，那我们一起来高喊五五六六哦，一二三。五五六六，五五六六，五五六六。
说话，我迷上了你的长发。刚从新加坡凯旋归国的5566，马上就办一场12万分的感谢庆功宴，因为他们的首张专辑不仅在这不景气的唱片市场中卖破12万张，还夺下12月份的销售冠军。只是在破冰庆功时，仁甫竟然把隐形眼镜给弄掉了。今天真的太高兴了，因为破冰破到那个隐形眼镜掉下来啊，非常的厉害。带上去了没啊？还没啊。我想12万张，该怎么讲啊？除了兴奋，还是兴奋。对，然后其实我们不希望它是一个结束，然后我们希望它会在一直往上，一直往上走。因为到目前来讲，我们还有很多的歌要打，然后我们还有很长的宣传要走，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我们。期许专辑能冲到20万张的5566，在这趟新加坡宣传中，还恰巧遇上在新加坡开演唱会的周杰伦。不过5566的签唱会丝毫不受周杰伦的影响，照样有5000多名的 fans 冒雨等着亲眼和他们见一面。而和杰伦私交甚笃的小刀还打电话和好友呛虾：小刀很坏啊，他跟周杰伦有唠狠话，因为我们那边还是非常非常多人。然后呢，我就很骄傲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一点点的骄傲，我就打电话给杰伦，我说：哎，对不起啊，我们拉了很多观众过来。怕女生啊，反正我觉得还好啊，演戏其实就是这样子嘛，你就把自己当空本就好了，对不对？然后不管男男女女啊，你就耍个性嘛，就酷嘛，帅嘛，骂嘛。小恩被骂的感觉怎么样？小恩真的吗？喜欢被骂是？配乐太狂了，对。但是我们骂的这样子哦，这个天崩地裂的，有一个人呢还是无动于衷。而且导演喊卡了，他还继续演。王大夫，起来，赶快拍一下。王大夫，卡了，现在要拍游泳的戏。王公仁甫先生。也是你说少伟是什么 ？gay 哦，我像吗？不像，明明就很帅。对不对？我其实是现在在嫉妒，由爱生恨。由爱生恨。干嘛？你来砸地盘还这样子、啊？小刀，你怎么了？小刀，人家不玩呢。谁欺负你啊？是他老大，你是他老大，是不是？谁欺负他？谈一谈，谈什么？你小刀，这个狗杂碎。就差了，还北京腔，老娘跟你拼了！老娘跟你拼了！少伟，你这是演的吗？北京
京的 gay， 然后 gay 里面的老大，北京 gay 爸是耍头，真的是我的爱人，北京 gay 爸同事，你算北京 gay 爸里面的权威就权威，对对对，属于内地的那个，有我们这样一盘过来，其实那种狠的那种。然后，我也是那种眼神非常的凶狠，老娘跟你拼了！来三四百个姐妹，有没有？每个都叉腰。Help me, help me！ 你，连花纸都出来。兄弟们，上！希望撞完之后，大家还可以看到完整的事情。你要先讲一下为什么要撞？因为啊，我们被那个黑道警察追杀。然后因为太紧急了，刚好那两个工人啊搬那个玻璃出来，然后因为我那因为躲不过嘛，就冲，冲了就受伤。所以今天我们两个这个撞玻璃呢，我个人是很高兴的，因为撞一撞如果脸受伤了，我可以去韩国整形，整完了会更帅。因为这样我就有借口了，没办法，我脸受伤了，脸受伤要休息啊，休息我就有去韩国整形，整完形回来就变帅了，对不对？所以不要坐上面，了解我意思吧？
啦。金色的啦，好美啊！你啊，今日咧，今日就很靜，今日就不能人困眠一下，困眠先啦，空空空空空空的。正对我喊着希望把他带回家，明知道已经这样，花个泪从下，再这样下去一定足西北高瓦马斯卡里边马斯卡里边。好险哦，刚穿起来就来拍。原普呢跟他住了这三天下来，他其实蛮暴露的，我觉得，因为他每次一洗澡出来就只穿内衣，然后好像有时候好像有一天没有穿四角裤，然后就 一洗完没有，就直接这样冲上床，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脱，脱完之后就裸睡，死变态。哎，哎，有摄影机就拍出穿那么正式啊？要不就是只是穿一皮鞋有什么正式？在房间随便穿啥？我克里斯科，你会不会穿得太随性一点？干嘛？你要突击怎么了？要睡觉了啦？少伟，一进来就一直在装了啦。干嘛啦？睡一个觉都要吵。必须的。你那公司他要变态啊？哪个捆那个？好不容易我们在这边谈谈心得，谈一下今天。硬跑来要拍心得，然后就说你很有感触。你知道，对啊，晚上这个时候就是要谈一些很沉淀的话。突然噔噔，嘿嘿嘿，看我们打断我们两个人的男人的对话。但是我要惊爆内幕了，今天很可怕。我一回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一个，这叫 voicemail 开始在上哦。我想说，怎么会有人有留言呢？留言啊，什么歌迷打的，真的可以。歌迷知道我住这样，对，他说贤智，我是谁谁谁，我很喜欢你的歌哦，我很喜欢你的歌声，好好，然后你们记得一定要来新加坡，你们的演唱会我一定会去的，要记得我哦。哎，最后一个，哎，好恐怖，好可怕，歌迷怪怪的。阳光晒干，我要带你去美丽绿洲。
在
有你。我躲在你给的体温，三更后你却不加温，我痴痴的，痴痴的，痴痴的了，我痴痴了。在胸膛上的吻痕，深刻却找不到永恒，心碎。绕圈子，是吧？对不对？就想说让大家能够多睡一下，这个时机呢也算是很好的一个时机。我的黑龙江已经到了。每次从车上醒来，我就以为到了，我的到了什么目的地，不是黑龙江哎、欸。但你坐的车应该不会那么大吧？没有那么大。因为是好，最近真的是累到不行啊！因为大家戏刚杀青，然后要录音，又要拍文，然后又拍广告，然后今天要拍 MTV， 所以在来拍 MTV 的路上呢，不约而同的，大家就是先睡。一定是先睡，睡到不行。有没有发现这台车跟郭富城的一样，跟他那个新专辑那个一样啊？来啊，对不对？同一台车哦。救命！不过他们是比较冷，因为我还有一件那个皮外套在。起码它比较厚。刚在外面手都已经变紫色，不过现在还好，现在进来比较温暖。除了做节目要上山下海之外，连拍照都要淋雨，而且是在这么冷的情况之下。买我们的唱片吧。天气真的冷，加上淋雨呢，我腰现在痛到不行，好痛。我们专辑真的很好听，一定要买，谢谢。好了，不要拍了，真的好痛。大家好，我们是5566。大家好，我是566的贤智。大家好，我是566仁甫。大家好，我是566的少维。大家好，我是566小刀。大家好，我是566的孟哲。那个小刀今天终于复出了，然后期待很久啊。对啊，我们今天现在大家看到的场景是我们目前在拍我们的新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叫做《一光年》。它是一首慢歌。对，然后现在已经是12点多了嘛，对不对？对，我们从早上的9点忙到现在，哦，你们好像8点就开始化妆。所以其实现在大家精神已经有点不太好，不过为了要让这个歌曲呈现一个很好的画面，我们还是会很努力的做到好。我们相信这一次应该这个 MV 的画面应该会很棒，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做了一些比较特殊的动画，对对对，做一些动画，然后还有用一些这个慢格播放之类的，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的 MV 是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5个呢，基于就是可以拍出好东西的这个精神，我们希望你今天可以努力的撑到底，对，撑到底，然后大家都要很努力的。对，而且呀、啊，这个大家也特地为了这一次的歌曲做了新造型，有没有？但是我没有。有啦，你稍微你修了，跟上次比起来也是有一些地方不一样。因为他上次七龙珠嘛，七龙珠头，少伟啦，少伟真的是大突破。对，少伟真的变帅。哎呀，你干嘛跳过我？而且明明我也改变很多啊。你有烫，但是你又硬把它吹直啊。我现在没有卷吗？
比较直啊，小小卷。没有人府这个头啊，人府自己说那个是木村拓哉的头，木村拓哉。对，但是我们造型师说呢，这个是摔跤选手的头。各位观众，看过来这边。像摔跤手吗？像像像川田利明。少伟这边变蛮帅的，因为他这次把头发染的。然后这样讲起来，我总是觉得说，那以前到底是怎么？没有，以前是绅士，绅士哦 ，gentleman。那现在是比较这个阳光，对不对？比较活泼一点，但其实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头发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整个气色就是觉得好多，因为长期在大陆啊，就是常常会让我的精神变得非常不好。那剪完这个头之后，我就精神变得非常好。但我觉得小刀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啊。对，因为呢，我之前是长头发嘛，现在还是长头发，但是呢，现在的 style 比较感觉比较乖一点，比较文静一点。双手捧着心，寻找一个回信，就闭上眼睛，乘着光速暗夜飞行。我的不小心伤了你的心，好想紧紧拥抱你，温暖着你，你不在身边。这歌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第一遍歌曲呈现就是比较干净，然后很安静的，就是非常单纯的只有两个人的歌声，这样完完整整把它唱完，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非常清，心里会静下来的一个感觉。然后直到副歌从第二遍，然后呢一直到副歌之后呢，我们呈现比较一个美式风格的唱法，所以以双重唱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再搭配其他人的和声，所以听起来会其实情绪会蛮激昂蛮高亢的。这样讲啊讲不太清楚，我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买一张 CD 来听听看，真的非常好听。因为其实我觉得像《一光年》这首歌曲啊，制作人方面他是希望给大家听到，就是说，因为以前都是两个人一起合唱嘛，因为我跟鞋子声音都比较属于高亢的声音，所以搭在一起的话就很容易觉得说，哎，到底谁的声音是谁的声音？那这一次他把我们两个声音拉开来，就是一个人唱一段，一个人唱一段，你就可以很明显听到说，哎，人府的声音他是属于比较清亮的，比较干净，比较就是轻轻的那种感觉，那鞋子声音他就会比。星星为何眨眼，流星消失瞬间，我让孤单被夜惊掠，往事又上演，仿佛是昨天，如果还要再一次相爱，追寻你，有一天，让爱回到身边。
Just do it. Just do it.